你去就有两条路啦。一条就是哦，你和别人做；啊，另外一条就是哦，规气卖掉，收手起来卖做啊啦。你哪有这款想法？饼店是你哪讲死人心肺呢？你这款话你讲会出手？那知影饼店已经提出来，刚想要看这饼店单死，为了生存都不就放弃当个第四人看板吗？你还没你其实，你加3000万，还去听你们坑，不你个你去卖好运啊！饼店哪无要交税？我跟你讲啦，我就是卖予任何人，就是卖予恁啦。你高天成，你规工踅来踅去，我就惊伊总有一天让恁爸爸拄着。我总是感觉讲，高天成伊对母阿囝，早晚会倒转来。因母阿囝真正要转来，你讲我着做起。你若知影高天成是个后生，无道理无爱找我讲啊。我若是唔知高天成是啥后生，你讲需要安尼做，你就一定要不怪你这总裁夫人，让人掠奸在床。新闻报纸全部拢刊刊出来，你才甘愿？离婚证书签签的，你嘛知影我小红军的个性，你笑，我会比你更加笑。签字。迄个新家搞不搞糟蹋无了？对我笑，我会比伊更加笑。汉兴来出现在你家，你敢无哪里注意秋霞甲天秀？着伤心的故事，我会不甘；想着你咱的遭遇，我会不甘。想要爱你，哪会这困难？想要放弃，是这为难。人搁目搁红，我最爱的人。无缘的人，想要成双敢有梦？哪通搁留恋这天下一场梦？你咱的故事也已经行到终点。我最爱的人，我声叫着你的名，已经叫要出声，一声一声插着阮心肝。好好搁看你一摆，含泪将你揽揽揽，愿甘愿甘也着放。好好搁看你一摆。为你伤过的心，孤单茫茫。